谢主，让我们一起要来过这感恩节的日子啊。那我们在思想怎么样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有机会可以向神献上感恩。感恩是一个我们心里都体会，可是实际行动怎么做，我们有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入手。所以等一下在信息之后啊，我有没有十二个很具体的，让你尝试在感恩的挑战。啊，我们后面我放了这十二个你可能可以采取实际行动的感恩过程。那在我们让我们的青少年跟孩子离开之前啊，他们今天也有他们的特别的活动。那我看我们孩子都在，大部分都在 OK。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先让哦，对，说到感恩，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让我们负责带领的同工，他们会有一些感恩的行动，来谢谢我们过去这将近一整年参与好多服事的一些同工，我们在这个机会会请他们来发这个一个感恩的卡片，好吗？所以是江恩，还有 Irene， 还有 Nancy， 好不好？那这个是他们代表带领的一个过程，然后谢谢我们当中今天一起过去一年当中参与服事的，所以我们就请Nancy、Irene 跟 John 能够把一些感恩的卡片发给他们，好吗？那我们在旁边，我们为他们鼓励，好不好？这个拍手谢谢他们，无论有敬拜团的招待的啦，还有 Nancy 跟青少年的同工，好，我们谢谢他们，好吧？我们谢谢他们，特别是招待的那个 Irene， 你要发给我们。因为你可以想到我们一次在这个场地有这么样一个机会一起聚集，然后你很安心的在这里聚会，是因为有青少年，他们可爱的青少年带着儿童们照顾他们，同时也有我们祭拜团的中心的服事，还有我们招待点心在后面的服事，这是我们第一波的感恩，还有很多的感恩行动在我们当中会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代表我们整个弟兄姊妹，谢谢你们过去一整年忠心的服事。那我也很感恩的是，在过去一整年当中，神陆续把一些新朋友带到我们当中，也让他们很忠心的真的主日不停止聚会。我看到无论是余姊妹啦，看到我们的 Grace 啦，看到 Daniel 啦， Larry 啦，还有曾燕啊， Maria， 还有 Thomas 啊，这所有的我不一一点名的哈。那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今天出了太阳。所以接着我们 Nancy 会带着我们青少年，对不对？带我们青少年会进入他们的，因为他们今天的时间也是很紧凑，所以我们让他们有机会有他们丰富的时间享受他们的课程，还有他们今天的他们的有他们的 shop。 那接着呢，这一个部分是我们第二个阶段的我们可以采取感恩的行动。等一下曾燕姊妹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世界展望会我们可以进行什么，这是我们可以进行中的一部分，所以先从曾燕开始介绍。我们12月15号我们全教会也有一个一起行动，我们会走出这个建筑进入到隔壁的建筑，在那边来一起动手做一个一个我们称为是健康包，为了叙利亚的难民。所以我们这第一个阶段是曾燕和我们介绍一下，然后他会按照一些 PowerPoint 的说明曾燕是我们的暑假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把时间交给曾燕姊妹。OK， 来，好，我们欢迎她。OK， 对，故事发生在1947年，有一位名叫波皮尔的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做宣教。他的亲身的经历让他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他立志为全世界
有需求的孩子们伸出援手，为了传播耶稣的爱，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并给他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就是美国世界宣明会。在他的感召下，很多世界各地的名人和普通人加入了他的行列，为了天父的恩典，为了全世界各地有急迫需求的贫穷和各种压迫的孩子献上爱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关怀和帮助着下一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PPT。 今天这个世界大事工的接力棒传到了咱们恩典之家，助养儿童点亮世界。助养儿童是向有需要的孩子展现神大爱的一种个人方式，每月只需$39。你将帮助受救助的孩子、其家庭以及所在的地区、社区能够突破贫穷的循环而有美好的未来。好，这个呢就是这位先生啊，爸，他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我们的历史就有许多勇气行为编写而成。当我们为有需要的人无惧困难而付出行动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美好和感人的故事因此而诞生。这个使命呢，它有六个使命。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救援组织，它有效的效法基督耶稣基督，服侍贫穷和受压制的人，使他们的生命获得改变，寻得公义，见证天国的福音。那么我们关心这些有需求的孩子，就从你我他来做起。可能你会有一些问题，这是一些常见的问题。我每月的捐赠是否可以直接交给我的助养儿童呢？按照机构的规定，是直接给当地的助养儿童的组织和办公室，由他们有效地掌握你的金钱和礼物，来给所需要的你认领的这个助养儿童。第二呢，就是你可否直接寄钱和礼物给他们？可以的，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计划之外，你想格外的给他礼物、卡片和金钱的话也是可以，也同样的要通过当地的这个组织有效的使用你的奉献。那受助养的儿童会得到什么帮助呢？那他们会在教育上有获得有用的教育、健康的这个供应，还有获得神的大爱，以及能够改变他们恶循环的生活情况。我的助养期会有多长？那完全是看这个孩子的需求和你的计划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个人和你所领养的助养儿童之间的关系。当你助养儿童后呢，你会发现你会受到更大的惊喜，他会给你一封信，还有这个欢迎邮包，还有孩子的照片等等。在这个网站上呢，有中文和英文两种，我们都可以上去自己来注册，然后放进自己的信息，你就应该收到这方面的这个不断的newsletter 啊，或者是他们组织给你的这些联系方式等等。那么我们目前呢，先从这个儿童的助养计划开始。如果您有感动，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来做进一步的了解。你可以在网上注册，那我们教会小组呢也可以互相帮助。我今天准备了
一些红的这个先发奖分享给大家。谢谢。